呢次香拉兒嘅方案做得非常之好，我哋聽日咧會約佢哋做一個創意展示。OK， 咁我翻去準備一下。誒，呢次嘅合作咧，關乎於我哋未來嘅合作。上次我哋開會嗰陣時，佢哋老總已經講過，如果呢次活動我哋搞得好，以後每一季嘅新聞發佈會都交俾我哋做。睇住你班蛙鬼啊，千祈唔可以大意。呢層你放心啦，我會睇住佢哋噶。入嚟啊！鐘副總啊！等陣入嚟。弊啦弊啦，我哋幫香拉兒做一個創意方案，俾人偷咗啊！係咁嘅，我今日上咧去香拉兒公司嗰度咧，同佢哋測算佢哋嘅周年慶日子啊！我無意之中睇到嚟公司幫香拉兒做咁嘅創意方案，竟然同我哋嘅創意方案一模一樣啊！因為咁噶？咁我都唔知㗎。我淨係聽講話嚟公司佢哋嘅底價比我哋平30%啊！喂，係，我係。吓？哦，我知啦。香拉兒取消咗同你合作。我哋連續開咗幾晚 OT 先做出嚟嘅方案，點解咁快就會俾人知㗎？係咯。唔通我哋公司有內鬼？內鬼？上一次同你公司競爭 LB 嗰個項目，佢哋公司出嘅方案已經同我哋有70%相似，比我哋做得仲更加完善。唔通都係內鬼所為？无论点都好，我哋一定要将个内鬼刮出嚟。你认为边个系卧底啊？边个都可能，你、我或者达叔。达叔？如果达叔佢真系卧底嘅话咧，佢一定会从中破坏我哋呢个计划，等我冇机会炒佢。如果相反，佢唔係，佢一定會按照我嘅計劃去做。到時真正我哋一定會有所行動。咁我需要做啲咩？配合，以及 wait。咩話？我哋只係內鬼。喂，其實咪你啊？定係何太？何太。周日。周日。唔使講啦，小強係咪啊？不過佢係唔講自己嘅喎，我唔係你平時巴巴渣渣八嗰啲嘢，佢未知咩？你覺得我係咁嘅人咩？你絕對係啦。其實還有件事我挺擔心的。咩事啊？就是鐘副總特地給達叔安排了一個活，讓他去做。嗯，什麼活？達叔？好像是給什麼搞科研的人做集體婚禮。你想啊，達叔是講風水的，那些人都是唯物主義者，誰會聽他講？钟副总为什么会安排达叔去做呢？好奇怪哦，碰上就搞成产品，啲剧情又话部门嗰个多数都系听人手。阿 Ray， 你即系讲达叔系内鬼？你讲就系内鬼。行，不要这么早下结论，事情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中间有内鬼。打手机。阿 Ray。上堂咧又唔吹啲咩風啊？咩吹咩風？實有嘅，透露少少啊！花你啊，真係嗱，我同你講，你千祈千祈唔可以爆。你知道我份人把口密噶啦，一定唔講。最近咧，好似啊，真係好似嘅咋？聽到秦總開會同阿 Jason 話咩，各個部門好似話做咩炒人。炒人？唔係啩？我都系未证实咯，好似啫嘛，攞出嚟唱添啊！死咯！大镬啦！大镬啦！大镬啦！咩事啊？吓！沙老鼠消息落嚟，真系要裁员啊！哎呀，死咯！咁我哋点算啊？那最危险的可能就是达叔了，要不然不可能给他一个根本完成不了的活。这有什么关系嘛？梗系有关系啦！如果达叔搞衰咗嘅话，咪即系啲嘢炒埋佢咯。好，不管达叔是不是内鬼，但我敢肯定的是。中信要拿达叔开刀，达叔咁好人，我哋唔能够俾佢走噶。周扬，你救一救佢啦！哎呦，真系竟然同达叔咁 friend 噶，顾掂自己先啦、啊。哎呀，我哋一齐啊，做咗咁耐嘢，会有感情噶嘛？唔通你舍得佢走啊？没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力挺达叔，而且如果这个活搞砸了，李文明肯定会在秦总那儿落井下石，到时候走的就不止达叔一个人了。
我觉得这个内鬼就出在李文明那儿。夏明，好老奇哦。周洋，今天好奇怪哟，为什么二位总又有这么安静呢？都怕被裁吗？他们想努力赶工，帮着达叔把这个活完成的好点。哎，我在搞卫生呢。喂，出嚟啊！喂，你嗱嗱声帮我整理下会场用嘅材料，夜啲我要发俾香港个 designer 噶。嗯。嗱，帮我将请假颜色调一调，我要做 mask 啊，整完之后嗱嗱声俾翻我。好的，快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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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该，小强。唔该晒。喂，你们两个还不如一开始就把这个活交给小强做，这样还能省出你们很多约会时间，对吧？啊，辛苦晒。喂，哎，甄姐啊，啊，好的，啊，我知道了，嗯。周洋，他们俩对我那么客气，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呢。哎，甄姐把那个宴会菜谱发过来了，你查收一下。嗯，好的，我现在上去。好。哎，大叔来。哦，大叔还在会议室，跟那些客户商量集体婚礼的日子。啊，那不惨了啊？你想啊。达叔肯定用那些风水的东西去跟那些搞科研的讲，这不肯定搞砸了。对哦，走，赶紧看。不，唔系真系帮达叔啊。喂，但系帮达叔，人哋以为我同谋，点算啊？咪咯。那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吧？那，现在两个办法。第一个，我们不帮达叔，然后让他搞砸，被开了。啊？咁啊唔好，大家都系同事。怎能够见死不救的？咁我第二种啦。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我哋班人一起帮我大叔渡过难关。咁大叔领功，不过我哋班人就会有一个被人炒咯，就咁简单。咁我即系唔帮大叔，就即系对大叔唔住；帮大叔即系对自己唔住噶咯。唔系咁噶。我要帮大叔，也许我们把这个单子做好了之后，秦总一开心，谁都不吵了呢。咁啊系啊，嗱。大叔是不是内鬼呢都是我们的谣传而已嘛，是吧？我都觉得要帮大叔。嗯，那走。嗯。喂，大妹都没吃过。还有心情吃呢？你想啊，现在在会议室有一个风水佬，还有一群唯物主义者，会发生什么事儿？哇，他现在都闻到一阵火药味啊！快点啦，快点，大声喂，等埋我啊！根据我的推算，你哋几对新人的八字呢，就唔系几夹。点解你哋唔化解一下呢？我都跟你说了，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说的所谓的风水。我知道你系科学家，有啲超自然嘅现象，连科学都无法解释嘅事情，点解你唔相信呢？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风水的问题，我搞科研的根本就不信。你要再一直灌输风水思想，我要去投诉你。潮起有潮落，人有旦夕之祸福吓，你要投诉我咯，咁啊即系证明我命中有一劫嘛。啊，大叔啊，吓、啊，你老婆揾你，咁我老婆揾我做咩？离婚，佢带咗两个细路仔过嚟，话要离婚咁我。吓、啊，哎呀，你好地地离乜鬼嘢婚啫？啊，唔好意思，等等我，即刻。打住打住，唔好意思啊。你好，头先大叔讲嗰啲话咧，请你唔好介意。具体时间咧，你话事啦，我下次上啊。这还差不多，以后不要叫这个神棍跟我谈话。啊，得噶啦，你放心啦。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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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做乜嘢噃？你咁你呃我喺度做咩啊？做咩要呃话我老婆同我离婚啊？哎呀，大叔，我们是想帮你啊！大叔啊，你知唔知个客户系科研所噶？佢根本就唔会受你风水呢一套啊！如果再咁样搞落去嘅话，只会将呢个 case 冇咗嘅啫。冇咗咪冇咗咯，我一个人负责，关你哋乜嘢事啫？搞砸了你就被炒了。嗯，钟副总唔系话唔话俾佢哋知我做卧底嘅咩？点解都知道嘅？我之前同你讲过咯，全总将会喺每一个部门度炒啲人啊！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噶？哎呀，嗰啲都系谣传嚟嘅咋。大叔，你知道钟副总为什么给你接这个活吗？就是想让你搞砸了，然后拿你开刀，知道吧？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是卧底了，所以他们故意让你犯错误，好开除你。有点知道嘅。
哎呀，唔可能嘅，嗰件事啊，钟副总绝对唔会咁对我嘅。达叔，你相信我们，我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让钟副总找不到理由开除你。啊，我应该点办啊？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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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咁啦，呢单 case 嘅话，我同意你同我一齐做，好唔好？你哋可以放心我啦啩。你成日拿住口面啦，女人成日皱眉啊，会出现咩问噶？你嘅方法屈唔屈噶？单 case 就嚟埋你啦，卧底连影都见唔到。你应该开心啲啊，佢哋而家好团结啊。我只是怕这种团结是一种假象，他们当中个个都在互相猜疑。唉，你放心啦，现在的 case 才刚刚开始而已，得不得就看下去咯，不过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没问题的。通常其实我真的接受不到他中间会有人去卧底。其实我和你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要想的是怎样做好这场戏。这个二线会怎么样？应该就快的，拉着联系我已经做了环节路了。郑姐，你买了你的菜了？酒店给了电话了，十八道菜已经准备好了。悠悠，新娘的妆呢？全放上了。走，下楼。好，不好了，不好了，达叔拦住了车队，说时辰未到，不让迎亲。结果客户火了，说要报警。走走走，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快去！唔通话达叔搏炒？系啊，似系啦。达叔分明系内奸嚟噶，佢分明系想炒我呢单嘢，然之后等秦总将我全部炒晒啊！啊，咁样周扬，咁我哋点算啊？怎么办啊？你揾啲演员都几专业啊，佢哋个个信以为真。梗系啦，人哋专业演员嚟噶，好贵噶。使少少钱就可以捉内鬼出嚟，都值得啊！再加上接多单 case， 咪一样赚翻嚟。望系咁望啦，做咁大场大龙凤，希望达叔唔好令我失望。达叔啊，你下昼翻去就舒服少少咯。好。我明白，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负责，我会辞职。还有你去到那边一定要跟他们说你有我的机密，这样呢你才可以顺利。阿叔啊，今次捉外国的任务全靠你。我们不同意开除大叔。是啊，我们不同意。你做什么？呢单 case 系我哋一起做噶，我哋搞弯嘅又话一齐咩？要坐依次数，要两次楼。哦，好，各位各位，大家唔好激动啊！呢单 case 系我查喎。什么？大叔，你真的是卧底？我知道，你哋一直喺度怀疑紧我嘛？睇嚟我嘅判断系啱嘅。我话俾你哋知。这个公司已经没有发展前途，没有创意的了。我不想天天对着你们这班的没有头脑没有创意互相猜疑的人一起做事。达叔，你没搞错啊，我们是帮你的。哪个叫你帮我？你自己自作多情。如果不是你班人搞搞阵的话，我早就已经离开你班萝卜铲了。你过分是不是？我都说了不要来了，你们不信人家现在当你傻仔的。你不走我走了。谢谢世达，枉我哋仲咁撑你添，真系令我太伤心。达叔，点啊？你又想学似佢哋两个咁啊？走上闹我一餐，嗱一声就走啊嘛？我话俾你知，我最憎嘅就好似你呢种嘅冇思想，净系识埋头苦干嘅人。你同我烂啊！唔想见到你。别让我再看到你。
生科啊？会嘅，等我哋捉到内鬼之后，再同你解释清楚。好，我而家就系想上去写辞职信。各位，好自为之啦。一个人能够一世净系喺一个单位里面做嘢噶咋？我扶你，唔想听佢讲嘢。你把声听到都好烦。陈总，各位员工，今日我宣布一件事 ：DO 公司正式开除第二市场推广部员工郑西达。点解啊，陈总？既然炒你，我都会讲个理由。今日我哋嘅新客户、新老总喺餐厅食饭嘅时候，听到郑世达讲喺我哋 DO 公司做嘢冇前途，而且出嚟嘅嘢系冇创意，同埋一班冇脑嘅人一齐做嘢。由于你讲呢啲嘢，导致咗呢个客户即刻褪体，使到公司损失咗200万嘅业务。郑世达，即刻记啊！都成啊！今次真系弄假成真啊！达叔真系俾人炒咗啊！冷静 ，OK？ 我点冷静、啊？个内鬼又未揾到，达叔而家又做咗替死鬼啊！冇问题啊，都系顺理成章咁炒达叔啫嘛，同我哋原定计划一样噶。OK， 秦总嗰边咧，我系负责去解释嘅，你放心。冇问题。如果到时有咩问题啊，或者达叔又翻唔到嚟啊，我唯你是问啊。达叔，嗯，饮啲咩？饮酒。服务员，有什么需要吗？有什么好的红酒吗？哎，莫，一锅头。哦，我们这没有二锅头。哎，去帮我买一瓶。剩下的不用找了，谢谢啊。好的。大叔，唔使咁难过啊，件事都未去到嗰个地步，有回旋余地嘅。回旋余地？而家内鬼未捉到，秦总就话要炒我啦，点回旋啊？你成日都教我哋噶啦，做人做事咧，一定要有绝处逢生嗰日噶嘛，系咪？嗯。而家所有嘅人啊，都知道我系二五仔啊，成个第二推广部嘅人而得攞嘢打死我啊！咁，大叔，佢哋将来一定会理解你嘅。一于我哋打蛇在棍上，听日咧你去微公司面试，依家通行人都知啊，你争啊呢个公司啦，而且你哋老嘅公司损失咁多钱，就凭呢一点啊，你想唔入去都唔得啦。好啦。而家行到呢一步，只能够系咁啦。嗱，呢又有份咧，我哋公司冇用数嘅，但我整理咗下，佢一定妥。你攞住呢份嘢，同我哋总经理讲，除咗呢份，你手头上仲有我哋更多嘅机密资料。钟副总啊，咁算唔算商业犯罪啊？梗系唔算啦。嗱，你攞住呢份嘢入佢哋中高层，包保冇问题。无论我以后翻唔翻到第二推广部，我都同大家一定逐出个内鬼出嚟嘅。大叔，祝你成功。好，成功。钟 Sir， 你居然自己揞钱请演员扮顾客，逼大叔犯错，点解要咁做？只有咁样，我先有机会开除佢，等佢入嚟公司去查内鬼啊嘛。我嚟公司有内鬼。咁大件事，你点解唔同我打招呼啊？咁我自己可以搞掂嘅嘢，又何必惊动你咧？咁而家查到啲咩线索出嚟？大叔今日去嚟公司面试，好快就有结果噶啦。我真系搞唔明白，你哋点知道公司有内鬼噶？系咪谣传嚟噶？嗱，我哋香拉尔周年庆个业务唔系俾啲嚟公司抢做嘅，系大叔亲耳听到香拉尔啲人讲。我哋公司有人特登将呢份查案俾咗你公司。嗯，你嗱声嗌达叔翻嚟，冇去嚟公司。点解啊？
我要俾个机会俾阿大叔将功补过，佢先入翻嚟公司噶嘛。你快啲嗌我翻嚟，我讲嘅，快啲。原来秦总将香拉尔嘅创意俾咗黎公司。咪系咯，我就话啦，秦总点解突然间想睇下香拉尔周年庆嘅创意？原来啊，黎公司同香港沙马公司有一个大项目合作紧，阿秦总咧都想参与，所以咪就攞呢份创意去同人哋交换咯。咁点解秦总唔事先招呼一声啊？咁样同浪费公司资源有咩分别啊？咁秦总见你哋做咗咁多嘢。忽然之間話攞呢份創意去同人哋交換，驚你接受唔到喎。就好似上次阿 Ray 咁啊，又揾佢嘈啦，所以咪冇話俾我哋知咯。而家好啦，個內鬼就係秦總，唔使查啦。達叔都冇機會翻嚟咯，都唔係冇機會嘅。阿達叔都冇去嚟公司，我哋隨時可以請佢噶，只不過要揾一個好充足嘅理由。理由？理由就好容易揾嘅。大人的心散了，又去哪裡找呢？你看他們，怎麼安慰他們？有那句說那句。好啊，你自己留下手尾，你自己執行。你沒有瞓啊？那天在餐廳見到你們團年周年之夢，終於連我都關埋。如果不是秦總打電話給我，我真的不會相信的。真系唔好意思啊，郭总，令到你误会咗我哋添。阿郭总啊，我睇到你印堂嗰啲白车啊，系唔系最近休息得唔几好咁啊？系啊，依排成日发我冇发埋啲，我咪好得人惊啊！哦，郭总啊，咁请问三十八字？咁你都识解相啊？哦，唔系识解相，我只不过系对风水学咧略有研究咁啫。郭总啊，你对风水学都咁兴趣噶？我哋达叔啊，喺呢个风水界入边个中高手嚟噶，咁就要帮我睇睇啊，达叔。嗯，好啊，好啊，好啊。小水打。咁啊，点啊？我哋商量过噶啦，我哋唔欢迎你翻嚟。系啊系啊，鬼叫你嗰日闹我哋闹得咁尽啊！喂，钟副总，我有苦衷噶，咁点啫？咁啊，达叔的而且确系有苦衷嘅。咁啊系咯，不如咁啊，大家俾个面我，点样先可以原谅达叔先？哦咁啊，咁啊，达叔，我哋商量好啦。除非你请我哋去黄沙食最贵嘅海鲜，好，喂，我食龙虾，喂，我食鲍鱼，喂，钟副总，大叔，你呢件手唔得噶，喂，钟副总，到底谁是内鬼啊？内鬼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们今晚有饭吃，还有一个大波卷宣布给你听，好，哎，走，好，我哋而家去食饭，不过系。钟副总埋单，系啊！喂，钟副总，我食唔开啊！